婆娘，转1000块钱给我，那个刹车片换的喽。要1000块钱呢？是要1000块钱噻。哎，亲姐别慌着，昨天过来我才换的刹车片啊，要不我打电话问下，我看好多钱哦。老弟，哎，那不是来了？老公，啊，姑娘，我问你啊。婆娘，啥子事哦？你昨天换的我刹车片好多钱哦？2000了嘛？啥子？2000？人家哥哥说1000啊。就是噻，咋个要到2000嘛？我啥子嘛？我哎呀，你绝对是换了原装的呀，普通的要不了2000。我肯定换了原装的噻，安全系数高点了嘛。哦，为了安全，还是换原装的好点。这头情绪还是换原装的。算了，婆娘，我们还是节约点，就换普通的就行了。要不得，老公，我们还是换原装的。这样子，马上我转8000块给你。亲戚，你转8000块跟哥哥为啥子啊？为了安全噻，把四部刹车片一下都换了。老公，钱我转给你了哈。哦，要得。哎，老公，我再转2000还给你，你和哥哥一起去把3个刹车片也好换了，安全第一。哦，那好嘛，哥走，我们去把刹车片换了。哎，要得，为了安全第一，不然我们先去把刹车换了哈。不然我们先走了哈。你两个记得哈，一定要换原装的哈。晓得了。哎呀，谢谢了哥哥，还好你反应快，我差点就是穿帮了。谢啥子嘛谢，这个就叫你我兄弟配合别小默契。记到以后换轮胎再把价钱抬高点。要得哥哥，要得。来，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哥哥，没毛病噻。没毛病。走。哎呦我的妈。